警方旺角截查架的士，拉咗三个涉嫌贩毒嘅男女。被捕嘅两女一男喺现场协助警方调查。警方凌晨一点几喺洗衣街同拔街交界设置路障截查架的士，发现男司机同两个女乘客可疑。现场消息话，警员经过搜查，搜出怀疑大麻，拉咗三个人。